新鲜滚热辣啊！哇，感觉热腾腾啊！啊，我现在讲最特别的，还有放萝卜，很香哦，味道，这不是哪里都有吗？在太子园走走，发现那个巨头汤还有白咖喱，对，两样我都干。来，我去看一下。这边的招牌应该是白咖喱，还有这个猪肚汤。老板娘，我要一个白咖喱咯，然后一个鸡头汤。哇，新鲜滚热辣啊！哇，刚刚出炉热腾腾啊！啊，我现在讲最特别的，还有放萝卜，很香哦，那味道。这不是哪里都有吗？哇，多料下，猪红、猪肝。哇，你看那个猪肚多了。哇，还有鸡胸，什么都多，几倍一点是啊，这甜菜汤最重要，味道很够，它放很多芫荽，所以更香。因为可能是因为有萝卜，所以它带一点甜，不会讲很辣。先吃萝卜，那最特别是萝卜嘛，萝卜太烂就不好吃，它刚刚好，还有的咬。OK， 灵魂二号，猪肚，猪肚是切到蛮干净，猪肚要片，蛮大片。而且不会难咬，是猪肚汤，但是一定要配饭的啦。作为一个专业的饭桶，我们都看得出你很专业。其实两个人吃也可以，真的很大份，很多料。大份。哦、这是他们的招牌白咖喱，它里面很多料，也猪肉很多，还有两只虾，大只汤啊，搅一搅变颜色了。我没有叫面啦、啊，啊，也吃不到很多，吃料，加菜当面。Wilson 最新吃法。已经放一点给它浇了、啊、如果你吃多辣的把放完下去、哦、我不是很吃的辣，你们吃的辣可以放多一点，吃不得辣又要加辣椒、啊、芽菜当面放在下面，买豆腐包再放盐一起吃，也是很香，香满大只。总结来讲这个也不错，我给我选我一定是首选猪肚汤，我个人是喜欢吃猪肚汤。哎，跟老板娘讲了，芒果冰很出名是吗？那我去叫一个芒果冰，一个芒果冰啊！哎，你看看，哇，上面芒果满满的，吃下那个芒果，随便一挖，满满芒果，芒果很新鲜很甜，还有皮，夏天去吃就是一流。昨晚吃的蛮饱的，就是大碗的。谢谢老板啊，下一碗 ABC 给我吃。做这工 ABC 是很幸福了。剪接师也想要。Thank you, thank you。解渴了，这个。你们有休息星期几吗？每个星期六。几点还有几点？